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所以佛陀甲咱讲，咱在破病的时，就是咧修行啊。破病就是咧修行啊。咱在破病的时，要开始做反省忏悔。病啊时，无啥物，迄个无啥物病的时啊，一种一种种种种种到咩咧？可能会拄着塌着铁板，头前一窟坎才深咧。吼、哦，那么咱的修护神，咱的祖先啊，护法神，就开始先互咱破病。破病，咱要开始要反省啊，互咱无多一种去，咱就要。退后一步，咱就来做反省。过去都对唔对咧？咱好啊，重新归零，啊，重新反省。反省以后咧，咱爱忏悔，啊，忏悔以后，咱就卖去做犯着。嘿，咱好啊，反省煞，身体用诶，开始去吃。你就袂去打着错误诶路，跑掉啊嘛。所以世间一切，咱来到世间来，一切所发生诶代志，拢是一种修行。啊，过去我咧修行的时，嘛是同款啦。有阵一半行啊，会骄傲呢，会骄傲啊，会控股呢，会需要输这怕婆啊，吼，更加那啥呢。有一天我啊，拜托，恁怎么，恁莫甲害，甲杀个地下去啊。因为呢，我甲咩养成一习惯，我感觉哦，我舒服都怎哈，安尼去做舒服偌好呢？人创好，互恁食，创啥恁食？哦，安尼，搞不呀呢？系啊，养成习惯。阿伯若无的时，你起烦恼啊！我唔知咱足侪师兄师姐摕足好嘅地语要来我食，我含尾只我无啥敢泡。安那呢？我即马泡泡我食，有一间啦死翘翘的开灯的，无恁遐家孙啊来甲拜地语啦，拜袂晓好咧。那安尼哈？哈，我咧意念就走出来，我就走去地界啊，就走去地界安尼，足危险的呢。所以你唔好怎啊摕好地来我食。你要提好地方吃，你才提匀，对不？汉堡啊，撕了后的时啊，咖啡崩摆出来，地你们爱甲创好诶地皮地甲摆，我吃我唔知袂走地噶，那无保证走地噶诶，是不是？哦，然后最近来，还咧水蜜桃，哦，足好水蜜桃，我吃啊去就叫我拜托你莫来，你安怎来吼？阿拜吼，这吃吃惯是普通，我煞歹吃。啊！有一天准备死的时啊，啊！拄好人人摕一坨啊，食就搞无食咧，念头走出来，念头走出来啊，别只走你地下去啊！到尾按恁害我嘛，我地下是恁害我落的嘛，是不是呢？恁想可怜嘛？有吼，阿爸恁怎么摕好啊？食对不？那要摕啊食，你爱食摕古董，吼、哦，人摕袂古董，想我是买。白粉水都罔食就好啊，是不是啊？好、哦，所以你嫉妒，咱往往会作嫉妒，爱注意嫉妒。哎呦，你若要提倡我，你请人请好，阿拉长啊，咱去高雄，咱黄师姐啊，啊，伊呢非常伫高雄非常处得开，啊，高雄呢一片天非常尊敬，啊，伊呢安排者，哦，就请我去到食鱼翅啊。啊，食稀奇的什么专卖店，高雄足出名诶！啊，昨中昼食食咧吼，是足好食。昨暗看看说嘛，昨我怎无食？啊，但唔知要食啥？啊，昨暗说无食啦，啊，到尾刷咧，才要食便当吃咧呢。啊，一面食便当等下，一面吃，啊，食啥就汤个搞点平康，走平康去。啊，结果蛤蟆汤咧，给我臭烧臭烧。哦，我现在起心动念，我好加载的。后来我来起心动念，那之前我有落地干啊，地干又打一波这边啊。因为中昼食了上好，我后摆人来电动都好啊。随顺因缘，随遇而安。但是太过于好的招待了，
有时候养生就歹习惯，所以我甲恁阿叔就讲，唉，阿伯吼，恁阿互我高雄来到高雄煞歹转去，我山顶住久诶，煞袂记哩着都市大饭店诶生活遐尼丰富，袂记哩，恁无互我来高雄煞无想要转去仙佛寺嘿，啊，因为。逐工伫遐来建起了，吼、哦，一顿一顿创一下，好袂袂咧？我咧想后回哪来，我当就无爱去啊，因为我若要食伤好咧，有一工又搁走地下去啊，是毋是啊？一个凉凉，但是各位你明仔明仔，万道个老师很多高雄遐好人拢要请我，袂使了。你若万道这个师傅在高雄遐那么请啊好咧吼，啊，完恁落地啊，这应着一句话。哈、哦，明镜法师，因的师傅，因的师兄，哈、哦，这叫做迄、个闲工法师啊，伊来再是目睭变金，就添一杯酒就啉，啊来咧，三四米就食，三顿食，伊拢食呢，规工拢咧食。那么真正一个出家法师啊，吼，啊一挂师兄师姐啥定啊，哈、啊，看伊闪我无路用。呀，你看我食酒，看我食肉，好、哦，看我食沙司面，你嘛落地价个。啊，你咪看我食沙司面，你咪看我食，你嘛落地价个。你听我意思不？你看我食嘛落地价，你不看我食嘛落地价。实修，实修啊！啊，他的心呢，存着一个感恩。啊，这虾呢，一工叫我请啦。啊，这虾十五个虾，阿弥陀佛啦！这尾虾山顶遐尼悬，水也无倒流，啊，无水你爬袂起哩。无你缀我起来好不好？硬阿弥陀佛缀我起来，你缀我起来。伊有法度，咱无法度，咱就较慢讲诶。你就点点仔食就好啊。无啊，咖啡你变得多。哎、欸，我要做献身呢，你有什么功力有大呢？但是人有伊个实修的功德啊，咱唔知啊，咱嘛不要讲伊唔对，别听讲。所以世间真正充满着妄道的社会，世间充满着嫉妒、诽谤的社会，啥人比谁较牛，拢也唔知。但是恁各位爱记哩，人对恁的批评是对恁一种鼓励。对恁一种鼓励，人对恁诽谤嘛是一种鼓励，你家己爱巧在。那些东西，卢生燕、卢老师啊，以及一个什么野草三人呐、啊，吼、哦、后边一直干妈，一直下配一直干妈，吼、哦、讲伊袂晓打那样，卢老师大智慧，你讲讲你的，啊，你讲讲你的，你有缘者你甲听入面，无缘者你嘛甲听入面，但是我爱弘法。弘扬我的法，卢老师弘扬伊的妙法啊，伫世间救度无量的众生啊，爱继续行，继续行。所以各位，恁一直出去伫社会上做事业，恁若听亲戚朋友，也是同行甲恁中伤，恁就爱愈注意，愈努力做好。恁若听同行的讲你的产品歹，无要紧，人得用人目睭金箍箍咧，达水。会清清楚楚的，所以咱免想尽办法，咱来讲啊，无样啊，无问题啊。你创什么纹身啊？去创啥个？去搞登报？去搞墙面？无内容，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同款意思。免迄、那个讲讲伊个，你得行。当年你有成就的时，人愈会甲你诽谤，愈会诽谤的时啊，你对头前直行，你免去插的，你免去插的，你甲看到老师在甲你做客气的，一直在甲你加持，在甲你鼓励，爱直行，正法直行。啊、哦，所以这点呢，咱不必太在意别人对你的批评，啊，咱嘛免太在意文哦，我对老师师傅后边的批评。嘿，我是唔惊批评，我是足感恩任何人对我这种批评。好啦，有唔对诶，甲讲，我一定会改进。那么做袂到，我就无法度。
咱咩卖用一种嫉妒的心态，嫉妒的心态咧，你只有障碍着自己的性命；你用嫉妒、妄妒的心态咧，你只有哈家家的前途，那就是只乌蒙炸掉的同款来。所以咱爱忏悔，地主将净念、金念、及后念，念念不必嫉妒染。咱每个念头，莫妄妒别人的成就，莫妄妒烟头，妄妒水，妄妒健康，妄妒安怎，咱拢莫讲妄妒。你若妄妒的人，恁就忘了你自己啊，忘了自己，懂吗？好、哦，啊，念念不必嫉妒染啊，从前所有恶业嫉妒定罪，过去所有妄妒嫉妒的定罪啊，恶业，这业呢，这定罪。哈、啊！该释释该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愿马上消灭，永远无会搁发生。但是无简单，无简单啦，无简单。好、啊，咱这社会啊，真济哈，真济咧啊，做事业的人，咱当然某某人真有成功，我一定要甲拼好倒。即句话绝对袂用有这念头。你要我要甲某某人拼好倒。这个念头就拢唔对去啊，都无自卑啊。一个人一成就的时，伊好发性非常个旺。咱要都开始在拍拼的时啊，你讲要拼好多啊，你一个念头出来，伊好发性开始先来拍倒去啊。你知意思无？任何一个事业都同款，修行嘛同款。比如我一个道场，还好，我要搞到这个道场拼好多，没有比卡我拼好多。我告诉你。精神有问题，咱绝对袂使有这个想法。某个人的成就，我爱认真修行，认真做，会当对伊，会当对伊，跟着他会当有成就，这都是对啊。这佛法上天龙佛法会甲你扶持。若是咧，咱都观念哇，我要变好多咧，咱都唔对呀。所以咱各位现在在做，真侪咱的法师。恁个人个人的因缘，老祖师尊成就恁的因缘，成就恁的啊福德因缘，这是各位恁的任何一个所在，恁有缘的，和制造因缘，和你去介绍恁的，和恁有缘的人，当然团圆，等于心灵中世界的，心灵世界中团圆。但最未使你讲哦，我要拼一班，要拼一班，拼好多，拼好多。那安尼时，恁枉费做师父的弟子，枉费为这个老祖的门徒，枉费咱是一个修行的人，这是咱爱真注意。努力，我一定要来改共款有所成就，认真方法理性，咱这念头的时啊，佛法心上自然会甲恁扶持。若是无这想法的时啊，天龙佛法就你挡掉去啊，你百分之百。老会不真正，这是做事业，咱拢是佛弟子。你做事业，哎，某某人才有成就，我一定要来拍拼，拍拼做开有共款，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正定正觉，正定正觉，共款的成就。我爱发一个愿，要解共款的成就。你未使讲我要甲拼好多。你若拼好倒咧，迄因万恨心出来，嫉妒心出来，这就其中一项罪业，爱注意。任何一个事业，你爱两天佛法，我地主我这个工课，我一定要做个共款，品质共款，吼、哦，甚至我品质还比我好，品质好，这是应该，这不是嫉妒，啊、哦，这是责任义务。所以咱呢，这做事业的人，这个这三项的念头。时时作为恁早起时的忏悔，安尼来咧，恁的天龙佛法，哈、啊，也是恁佛法心中，原来离离离去的，一渐渐渐渐回到转来，因为咱发出声音，一秒钟加算过，甲个科学经济，一秒钟呢472公尺，一秒钟472，转过472公尺，那么咱念头、心念、口念、口念，讲出来以后咧。好、哦，地球转过，转过咧，甲你有佛法、有因缘的天龙佛法咧，哈、哦，上顶因为受到你这個好的念头的声音，
语音、声音、发音，会感应到甲你有缘的天龙护法，因才过来甲你支持、甲你扶持。好，所以咱事业开始会这个好起来。咱是本着这种法则，本着这原则去这个念头。好，所以各位啊，吼，咱现在大家同齐所合掌，咱来念这遍。大将的是带领着恁的祖先，带领的守护神、护法神，带领着恁的完成这次重定，在恁心中中间呢，对众地主的心靠意供念这遍。啊，地主定，将真念、金念、吉祥念，念念不必依别样。将前所有恶业依灭定罪，世界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地主定，将前念金念吉祥念。念念不必骄妄想，将前所有恶业骄妄定罪，世界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地主定，将前念金念吉祥念。念念不必嫉妒染，将前所有恶业嫉妒定罪，世界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阿弥陀佛。啊，以上是无上忏悔，无相忏悔。你慢慢来冷静，恁早时起来，恁家写桌顶；暗时要拜神的时，恁嘛甲写，写这个桌顶，恁照安尼来念，安来忏悔，这叫无上忏悔，这大圣的忏悔啊！哈，大圣的忏悔，好，咱呐安尼了呢，你渐渐你佛法心上上顶，你会渐渐呢，事业。会搁较顺势，你佛法身上会搁来斗支持，尤其咱的祖先上顶会搁来支持。啊，善知识啊，以上是为无上忏悔啊，阮何名忏呢？阮好名慧，参加参与前天，咱参过去的唔对，将前所有的恶业，以为骄狂、嫉妒定罪，咱人常加以为无智慧，哈骄狂，哈嫉妒，骄狂呢，就嗔，嗔，以为就是贪，贪就是以为。哈、啊，这骄狂啊，哈、啊，就是真惹了老生气，心情未定，哈、啊，搁来嫉妒、妄妒，无智慧就痴，无智慧嫉妒定罪，世界忏悔永不复起，是名为忏，是名为忏。那忏悔、忏悔啥？忏悔就是过去的贪、嗔、痴、依恋、无智慧，惹了就未去啊，哈，骄狂、骄傲。俩公不可一世，哈、啊！反、啊、过来呢，嫉妒、妄妒别人的成功，妄妒别人的成就，妄妒别人的修行，这拢是错误的想法，咱无应该有迄心态，啊！伊拢做世界尽惨，咱所有的大项来过去的代志，拢爱提出来想。提出来想，过去我都会无耻，你爱提出来想，过去呢，我都会无拄好诶，我提出来想，过去我都会吼，即条做
啊，诽谤他人，哈、啊，这就是非，哈、啊，那么顶罪的是啊，阿弥陀佛，那爱忏悔，爱忏悔，好、啊，永不何去是名为忏，你永远未过起来是名为忏，迄、那个名叫做忏，悔者悔己后果。啊！从今以后，所有恶业，伊未交还啊！即道定罪，今伊甲我该世界永断，更不复作是名为悔。好、啊，悔了以后，卖个犯错或者悔。哎呦，我足后悔的啦，足后悔的。悔了以后，卖个犯错啊！以后卖个犯恶业啊！会记哩，咱一个人的嘴。哦，上恶毒，嘴上糊涂，嘴会当互人甲人中间拍歹感情，嘴都是会当互咱造成足侪足侪后摆烦恼的恶业出来。所以咱讲话要真小心，真小心啊！我会用加食一嘴茶啊，少说一句话，少讲批评他人的是非啊，少。你敢讲一句批评他人的是非啊？那么你就是功德无量啦。那么恶业是你家己害的啊，甲老师无关系。啊，较早一阵啊，吼、哦，咱就作些思想啊，当下先回事啊，拄着师兄是是非非啊，讲老师无好啊，先回事都无好啊，想无好啊，吼、哦，讲讲诶，我就唔晓啊，我来这个正个道场嘛是作些是非，我未见来的。嘿，安怎来咧？哈！你恶业，你家己去拍啊咯！你家己去作业，你家己拍哦。因果，你家己担哦。哎，老师傅无影拍拍，啊，害到遐厉害哦。师傅呐，真正害到遐厉害了，老祖无他放我去哦。天龙护法无他放我，我遐尼好白定好食薰啊。啊，我呢，我哪敢去传唔对的事啊？天龙护法一定是我开始先，然后先缩掉的，未讲话。那我癌就生出来啊！那癌生出来，你讲话啊，唔得自然嘛？无啊！你敢要听我诶？昨下走入去，走了了，对不？是不是呢？哦，所以大家爱注意，恁的道场，这道场多拜佛，多看佛，坐树啊卡，是是非非，带一大堆，但就无内容。尤其伫自强的中秋地主，伫市里咧，达最未使咧讲到。诽谤着足济他人的是非，造成啊哈，咱大众要等下施礼，要来忏悔，还是要来拜佛祈福等等的。你等佛众生的时，你嘛唔对去，结果因果你甲你排到啊，好嘛？哦，所以足爱注意，爱注意。那么这公司嘛，同款，你伫这个公司上班，你一定对公司爱尽忠公司，咱绝对袂使对公司不忠。公司给你机会赚钱，公司给咱机会赚钱，饲某囝，饲红婿，饲爸，饲母，哈，咱的支持，咱的费用，啊，那么你若是讲对公司不满，好，对公司感觉不对嘞，你卖大领，真简单，好，你免到遐是是非非一大堆，那这种的人呢，无药可救，无药可救，懂吗？爱注意，爱注意，哦，所以啊，咱伫世间。人做人是好，是上歹做，食饭好食，话歹讲。哦，咱就进入一个公司，甲你有真深的缘分。同事过去生，那不是亲就亲；咱的主管过去生，那不是亲就亲。足好姻缘，那么一个人公司，伊有法度伫世间创造一个公司，和你伫遐上班的时，伊一定有真济、真大、真大的福报存在啊！过去生有真大真大的修行，真济付出，而且有真大的愿力，要来创造一个公司，和大家去上班，维持家庭的生活。那么咱唔知知因感因报因呢？结果想尽办法要来把公司创好的时，啊，把这个创好的时，那么你就是嫉妒犯了嫉妒之罪，犯了骄妄之罪，犯了无耻之罪啊，以邪之罪啊。各位爱注意，好呢，大家啊，伫世间短短几十年，互相相尊重，互相相疼爱，咱免顶家己个牛，莫顶家己个牛。你若要顶家己个牛，你一定是失败者。爱注意，顶你个牛，失败者，爱谢谢。
啊，人佛都会赞叹十方诸佛菩萨的功德。那么，咱要赞叹，一定要记住哪个条件？赞叹，赞叹哪个条件？所以，咱一经挂六爻，六爻是圆满，圆满，六爻圆满。啊，我讲《阿弥陀经》三十九佛、三十八个佛，哎，成就的是啊。那我最近呢，会请啊邱先生一年后回来。啊，过班的分给恁，免费分给恁啦。我现在第四届，讲个一份啊收200块，足侪同学师兄拢惊着。哎呦，我后摆卖来上课哦。我老师吼、哦，要迄张38分，还好可能诶，拢无用咩，还烦恼。好啦，大家烦恼卖安尼烦恼嘛。好、哦，我就印上大家嘛。好、哦，38佛六方圆满，所以你赞叹一个人的幸福，一定按哪个条件？东山南北上下，咱要赞叹一个佛，伊的成就，伊一定具备东西南北上下，这六方弥合，六方弥合。王道之国平天下。禅净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见天坛，速得流芳禅机山。黄道之国